锵锵三人行，今天呢，我给这个徐老师还有咱们大家啊，介绍一下我的一位老老师，老老师，不是，这算也算老同事，老同事，对，我也是有来历的人啊，当年我是从广东电台出来的，是吧？那广东电台我们小年轻刚分去的时候，我是这个少儿组，你看我真是从小孩到大人这么，我最早做的是少儿节目，你知道吗？我们办公室对面有一个我们都特羡慕的科组，就是体育组，那时候他们都能够看比赛，经常能出国，这就是当年我们体育组的组长，人称老偏，老偏老偏，他这个姓我保证你是第一次听说，真的就是偏激的偏，偏激的偏，对，而且是原装的，户口本也这样。就按说这姓听下去是个会犯错误的姓啊，但是他名字起好了，就纠偏了，他叫偏正中。我一直没闹明白，偏老师，这偏这姓怎么来历的？这个查不着。因为到我父亲这一代啊，我就去查过，我父亲都说不清楚。老家是哪里？老家呢是东北的汉族。汉族，嘿，我估计两种可能，要不就是当了皇上，让人给灭了，你得改头换面。哦，要不就是什么呢？犯了大罪，是吧？然后还得繁衍呢，不能姓那姓了，这都瞎说八道。一般都管自己家。山西有一个偏官。什么叫偏？这个官的名字叫偏官，有一种官职啊，不是一个关口啊，关口关啊，娘子关一样，就哎，哦，有个关。为了这个，你们祖上守那关的，我专门请山西台的朋友，哥们儿，你给我说说这个偏官有没有来头啊？他说跟姓偏的没关系，完了完了，啥都找不着了。咱们这老偏呢，要跟咱们呢聊聊体育，因为他是我们台体育的大拿，而且咱们的这个总制片啊，有年王有年先生。特别喜欢听他聊体育，而且就说说就听他那把声音呢，就值回票价。他也是广院播音系的啊。但是今天说说什么呢？我们徐老师昨天就憋着等您来，他呀是个球迷。在凌晨几点钟看的欧冠？切尔西拜仁慕尼黑。2:45开始。对。结束的时候快6点了。是。你说我就是外行了。对。我一直是为了做节目，我今天上午看了一下录像。哎，但是我也能够。感受到那个时候那个气氛，哎，你说啊，就说这一个球星啊，就说点球是他发，但是呢决定胜负，但是他没发进去，这个事儿就是个特别拧巴的事儿，是特别大的一个，但不是个案，当然了，这种情况经常有，哎，你比如说你刚才说到的切尔西对拜仁这个比赛，对不对？他拿了冠军了，他这出来这事儿，像在咱们国家队里面，咱国家队有个叫郑智的，对，明白不？我知道。这郑智这个老队员呢，他一般俩作用，要不就是给别人制造点球啊。你比如说，前一场比赛恒大这个比赛，他就起码给人家制造了一点球。哦，这是他的一个作用，给人家制造点球就自己去犯规了。那当然，对，这是他的优势。还有一个作用，还有一个作用什么呢？给他罚点球罚不进，基本上是作用。所以恒大呀，他在打这个泰国武里南亚冠的最后一场比赛，最后赢了啊。虽然赢了球，大概球迷的矛盾主要对着他，一个是给别人制造点球。第二个呢，在别的比赛里边，经常自己点球罚不进，这叫点球专家，点球专家，那是里外叫这两个错啊，犯一个就不容易了，没错，都犯上，对，有一定难度。点球专家，所以也叫倒霉催的，是吧？其实整个政治来讲，整个能力还不错的。我说这种情况呢，人家也不是就是练都这样，对，没办法，对对对，没办法。这个足球这东西真是有个天命所归，对，甚至我这不懂球的，我就看迷信了。是，我觉得真是一报好像还一报。你看啊，拜仁慕尼黑，你点球把皇马给灭了，对，最后你看你不应该输在点球上，但你输在点球上。你看切尔西呢，说是4年前争欧冠杯的冠军输在点球上，所以一报还一报，这一次他赢在点球上。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常常是在最重要的场合，又是最出色的运动员发不进点球，对不对啊？对，像这次皇马的两个点球，卡卡跟 C 罗，这是最好的前锋，两个人点球没法进。这次他们最关键的一个球是这个罗本是他最好的运动员，这个荷兰队的前锋，对不对？而且呢，
巴萨输的这一场呢，点球谁没罚进啊？梅西没罚进。对，梅西没罚进以后，而且他跟罗本一模一样，他没罚进以后，他后面的比赛就淹了。嗯，大失准，就这个心态就完全心态完顶不住，完全没有，就是他这个。尤其是在比赛过程当中的点球没罚进，所以这个比最后的点球大战的没罚进的罪责更大，对不对？所以我开头就是问这个问题嘛。你比如说，因为你像要好比像我们主持人来说哈，你得有个心理素质。就比如说你中间说错了个词儿，口误了，对，你不能上心，因为太多的主持人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合，他说错了。对吧？比如说把这个给导演送花环呐、啊，说成送花圈了，对吧？但是错了之后啊，你一定得记住经验的，放下这个包袱，因为接下来这节目还没完呢。对，你还得保持乐观，把它做下去。但是太多的人啊，一下就蔫了，这个没法接受了。这有点像罗本，按说是久经沙场的，对，你不觉得吗？其实我觉得这里边就是什么呢？他有一种患得患失。嗯，你像罗本这样的情况，他跟一些年轻的主持人说错了个什么东西，这不一样，对不对？他说错了东西，他害怕。你说我是一新手，这本来我就好不容易才让我上这节目，我这接着咕噜出仨错，你走吧你，对不对？哎，他这罗本不一样，他有一种患得患失，因为他这里边有很大的经济利益，这球赢了。我是怎么着？这球输了，我是怎么着？你觉得他这么短时间还想到这些？哎，你想，对，有关系。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咱们中国运动员，当我们在一些重要的比赛失误以后，你会经常听到一句话：心理压力太大，是不？不稳定，这句话你应该也听见。对对，这跟钱包有关系吗？啊，不但有关系，这就直接就是钱包。那您跟我说说，我给您说说。你比如说啊，我们看到外国运动员来比赛，因为外国运动员呢，他把这当成一种游戏，或者本身人家都有工作的，是吧？这捞钱来的，人家就是什么呢？我业余爱好，我参加了俱乐部，俱乐部玩得好，国家队觉得这人可以拿来用，他就用了，用完了以后，你还该干嘛？人家干嘛去了？咱这运动员不是，咱这运动员就是纯职业的，就是吃这饭的。你包括林丹，他吃什么？他没有别的工作吧？他就是靠羽毛球给工资、拿奖金、代言。那欧洲的职业足球，你刚才说罗本怎么有钱？罗本他也是这个做一个俱乐部的利益，还有他个人的身价的利益。你想是不是？我觉得他倒没想这么多，但是微博上有人给我发了一条，觉得特可笑。说当他发球的时候，以前在 Chelsea 的岁月全部回到了眼前。你知道他原来就是切尔西，原来切尔西的，他成名就在切尔西。哎，多情啊！对，所以这个时候，但另外一方面呢，切尔西的球迷怎么跟我说？我车的内奸呐、啊，卧底呀、啊！我车的卧底、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品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原浆，古井贡酒。革新科技就在格力，格力电瓶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让节能舒适一路领先。一赫兹好变频，格力掌握核心科技。那要照你这么说，另一个那就是一家欢乐一家愁，就是德罗巴，真是大结局，那当然太美了，要来生花了，听说要来中国 是吧？对，哎，这有你有什么资讯？他这个最新的消息讲，他已经在切尔西跟他们告别了，对，已经告别了，就要走了。而且呢，据英国的媒体报道，他的下一个地方就是上海申花，这个很有可能，因为上海申花最近出了一些事儿。什么？他们弄了个阿内尔卡、啊、对，阿内尔卡，对，这阿内尔卡本来应该说跟这个恒大的孔卡等等啊，这都是
不敢说谁第一第二这类的球员，嗯，明白不？法国前锋，哎，对，人家孔卡在恒大那这是扬乐舞扬威啊，嗯，这阿内尔卡在上海申花混得不好，拿不到球，哎，他得拿不到球，他的任务也不明确，又当助理教练又当球员，助理教练他也没当好，这球员也没当好，哎，现在呢前一段生气了，我是考虑准备要退役了，嗯，这气话，那朱俊说了。甭停在这个企划，他还得把他留住。但是上海申花更大的新闻，他要请另外一个大教练，阿根廷队的主教练。嗯，零八年北京奥运会带着阿根廷的国奥队获得北京奥运会冠军的这哥们儿就要来了。叫什么名？那这四个字，他这个这阿根廷人呐、啊，对，这名字这四个字就是阿根廷人。对，阿根廷人。这个人他这个打球的时候非常好，当教练关键他的功劳也很大，也带过国家队，跟马拉多纳前后脚。你马拉多纳下来，我上去啊。啊，阿根廷。不，这个刚刚出现这个现象，就中国重金的品外国的大球星啊。这个现象带来很多的矛盾，这现象怎么看？眼前的事情哈，德罗巴如果来，对，每周25万英镑，对，一个月100万英镑，差不多一千多万一个月，一千万人民币、那那个你说那个法国前锋现在的钱也少不了，嗯，可是旁边咱们中国队的那个申花队的球员呢，那就算他们贪吧，就算他们打黑球吧。打来打去打一零头，嗯，所以不传球啊，你知道这个内部啊，你要是在一个，你在你球也踢得也挺好，现在来了个大牌，嗯，由你去踢了，你的收入是我的100倍啊，你知道这球怎么踢啊？你知道这个那个一张照片拍出来嘛，就说阿内尔卡摊那个手，不给我球，不给我球。现在申花进了大牌以后，成绩现在快要降级了，现在成绩非常差，倒数第三，申花从来没有这么差过。他的长久的设想是好的，因为他们是这样想，为什么欧洲的俱乐部队尤其是能够吸引到全世界的球星去，阿根廷巴西的球星都去、是因为他这个有观众，有观众有广告就有市场，就球好的人都到那边去踢球，他们不在巴西踢，不在阿根廷踢，跑到那边踢。那么他们认为中国现在也有球迷也有钱，我们这样请了以后国际化，我们也搞宇宙队，这样也许是一条出路，也可以把中国带上去，至少市场可以解决。你恨不得中国这有钱的，我买你半个队的世界明星来，是不是还能多？就再往多了讲，那不就牛了吗？整个国家队都可以是外，那不就梦之队吗？可以，但不允许、啊。但你忘了吧？谁？国家不允许这样。你得入籍啊。不入籍不能当国家队，但是你俱乐部，俱乐部也不行。俱乐部现在中国足协规定是3个外援。外援是讲亚洲以外的外援3个，另外亚洲本土的亚洲还可以有1个，就这么多。哎，恒大有钱不是吗？恒大就在上个月向中国足协说了，你能不能让我们多请点外援？中国足协真能买得起？我有钱呢，你让我上仨没关系啊，我找5个6个，我一场比赛2波上。哎，这是一招。中国足协一琢磨这事儿，不能答应，不同意。哎，这个靠外援球星能救中国吗？救不了。怎么讲？你想我讲的够果断的吧？外援球星能提高俱乐部的水平，因为这些都是俱乐部，对吧？能提高俱乐部联赛的上座率。对，为什么呢？市场价值，市场价值包括篮球。前一段时间，美国来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佛，是吧？一来了以后，到深圳卖多少钱？对，他有球迷。嗯，你包括这个德罗巴也好，包括一些明星来了中国，球迷我花钱看明星，零距离接触，他高兴，俱乐部水平提高了，上座率高了，那足协主席也笑得嘴都。合不上了，实际上对中国足球的整个足球的帮助微乎其微，它没一个带动作用吗？那带谁呀、啊？榜样的力量、啊。对，你光榜样，你对自己的人都练不着了。咱仨啊，我是外国人，你们俩中国人。就刚才咱那个老师说的，没人给我球，为什么没人给你球？哥们儿，你一个月拿的钱等于我1年的，我干嘛给你啊？
你怎么不给我呀？哪止一年嘛？他一个月1000多万，他就说我们的足球对中国球员相反的是很多有点能力的没机会上场。对啊，哎，你说中国球员就能真心里能这么鸡贼吗？对，就为了叫鸡贼，个别现象，为了集体胜利吗？那个别现象还是有的。啊，而且这很正常，这个不是一个良性竞争。对，他真正能忽悠的就是球迷，球迷当演唱会，我们去看德罗巴。要是他现在进到申花，我们也捧场去一次，但也就是一次两次而已。他踢不出好球嘛，人家不传给他嘛。对，没有，你像这个有这些时候，你像世界杯的时候那个梅西，回到阿根廷，对，你感觉给他喂球的那个，那就远远没法跟巴萨的那个什么相比。对，但是那个是水平。是水平和训练，他那个还名正言顺，他回到自己祖国，而且阿根廷的球的水平也比较高。对，你德罗巴现在跑到申花，这个差。就刚才这个老师说的这观点，我还要延伸一下。嗯，就有的人讲，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多请？为什么这欧洲能请这么多呀？啊，是啊，你忘了一条，表面上人家多了，跟我们多了，对不对？我们多了是我们整个的足球水平很低，你突然一帮小学中来了几个教授。就像咱老师去了去教小学生，对不对？但是在欧洲，包括五大联赛也好，包括我们所知道的这些著名的俱乐部，他本国的足球水平在世界也是一流啊。对 对，人家的球员也是一流啊，人家也可以被别人买走啊。嗯，但是在很多俱乐部，他足球是一个职业项目，他得挣钱的，他得弄一些幌子挂在这儿啊。嗯，哎，这些外国的人他请来，实际上更多的起这个作用，人家水平差吗？其实那天是找大牌来圈钱的，也对的。其实俱乐部队啊也是有两种发展趋势。你像拜仁吧，基本上就是德国队，嗯，对不对？德国队加一荷兰前锋，嗯。你像巴萨吧，基本上就是西班牙队加一阿根廷前锋，对呀。所以他们的这个最好的俱乐部都有国家队。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那种。就是像切尔西啊，像皇马，就全世界大牌都拉到我这里来，对，所以他们是两种路子都走。我看中国现在是，当然他们现在就是有钱，就是唯一一条。他们现在觉得有钱，而且中国有广告商，我估计他们愿意给这个价钱，他们当然也有钱。是，哎，但是就说中国足球现在还有观众吗？这些我都不知道了。哎，中国足球呢，从这个赛季打开以后，去年的观众都不错了，今年打了十来轮了，观众数还可以。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给中国足协长了这么一点脸，就是涂脂抹了点粉儿。就像刚才咱们上来之前，给咱抹两下，嗯，就干这个。对，为什么呢？他水平没有提高，但是咱中国有球迷啊，你让他看什么呀？欧洲的联赛现在休息呢，咱们的联赛正打着，他不看这个看什么呀？表面上看咱们很爆满，实际上你只要打不好，他马上反水，下课下课，自己骂自己。所以你知道很多事情啊，就是说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可怜的地方，就没有选择，你不得，你还不得不去看，但是你接受的是很恶心的演出，知道吗？就是这样。对，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瓷砖集聚黄牌大放送。1965年，蒋介石为了反攻大陆，在泰缅辽边区秘密部署特战队伍光武部队，2000名兵力藏身金三角，潜伏大西南。凤凰卫视深入丛林中的特工训练营，全球独家解密蒋介石最神秘的影子部队——丛林密宗。金三角国军特工部队解密，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千年酿造工艺，历经天宝洞藏，红花国色，酱香典范，红花郎。这个足球这个魅力，当然再说就老生常谈，但我觉得真是有魅力。就像我这样的都不算球迷的人，嗯，只要稍微了解点情况，哪怕是你看回头看切尔西和拜仁慕尼黑这个录像，哎呦，到最后我可以跳着看嘛，
到最后帮那边进一球，对，从八十分钟开始，从八十分钟没过几分钟帮下打平了，你知道吗？这个东西啊，我跟你说，不光咱们，你就是国家元首，你知道吗？这个决赛把这八国峰会都给扰了，没错，不开会。本来说开会的时候，奥巴马说嘛，说咱就看一会儿，看一会儿，咱接着聊咱们这欧债危机。结果不开会了，就看下去了。那咱们看，可以看这照片。这个他们给找的，这是真的啊，这照片没有 PS 的。对，你看这个德国总理的表情和那个英国的表情，你就卡梅伦啊，英国首相卡梅伦。这个奥巴马呀，看完这场比赛，倒江湖，他根本也不懂足球，美国人也不喜欢足球，不是，他就为了政治目的。这次不是，他看完了之后呢，卡梅伦把他教会了，懂吗？你再看下边，这网友就开玩笑了。把这个卡梅伦的这个姿势哈，放在各个场合下，你看见卡梅伦没有？嗯，来再看下边，你看英国骚乱，英国街头骚乱，卡梅伦在哪儿？哎，咱们可以找一找卡梅伦在哪儿啊？再看下边，来找一找卡梅伦在哪儿？找着没有？再看下边，哎，这是著名的油画啊，这个苏格拉底之死，卡梅伦在哪儿？所以说这个。真是，我就说，你看，要说这个体育比赛的权重，奥运是多大，但是一个足球世界杯就跟他感觉是比肩齐眉。是的，是的，因为这个足球太厉害了。实际上，曾经为足球发生过战争，当然打得不长，说明他厉害。因为奥运会呢，它是一个非职业运动，是一个群众参与运动。奥运会没奖金呢。但是职业运动就有了，你李娜天天得出去打球啊，他不打球他怎么维持这团队啊？所以职业的体育，我个人感觉是今后发展的方向。我问你，你说这人呢，他为了钱是不是动力更大，还是为了胜利，对，为了虚荣心，这个为了什么能让人肾上腺素最高？我觉着现在过去说为了钱，一般不说咱中国，说人家欧洲美国，我们说句不好听的话，那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吧，人家就认钱。说句心里话，现在我们比人家还认钱。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从咱们运动员的奖金来看，那是一年比一年给的多，一届奥运会比一届奥运会给的多。甚至于有的媒体做出了这样的发言，就咱们一个年轻人获得奥运冠军，就等于他这辈子少奋斗20年。一个奥运冠军少奋斗20年呢，意思是什么？我偏奋斗了一辈子。啊、对对，也不无赞的。我他要拿到这个奥运冠军，拿到他得拿冠军。他之前也已经奋斗了至少10年了。对呀、啊，他放弃了他正常的青春发展，过着非人的日子、啊。这个爱情，他一般都已经是中国的运动员，一旦参加奥运。一辈子就是运动员了。对，他不仅前面付出了10年，他后面也都没法正常生活。对，他拿不到，他还得偿还。拿不到的那些那就更惨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拿到的，他中国的，因为全民都是职业，对，任何运动员都是职业，所以这个举国体制下面的情况是比较复杂，跟钱的关系也比较复杂。因为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